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保养美妆专家，我是 Sam。那很开心呢，今天来参加这个一家国际的这个哇，我自己其实呢接触这个一家国际的 Myoni 的保养品系列哦，大概几个月的时间而已。不过呢，它让我有很多很惊呼的感觉哦，而且重点是我觉得是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让肌肤变年轻的感觉，就是什么？它有极佳的抗老的功效。那抗老保养一定是大家所有在保养肌肤上面的最需要的需求。有用过了吗？很厉害，对不对？我也觉得很厉害，而且呢，我觉得那一瓶哦，青春定格原液真的让我惊呼连连，因为它随时随地呢在改变你的肌肤轮廓，然后从脸到身体哦，因为一开始呢，我在使用这瓶青春原液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它为什么可以不用按摩，它就可以让你的皮肤呢宛如有紧缩 V 脸小脸的功效，然后呢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过去了。哇，连我自己本身做了20年的保养专家，我都觉得说它的成分的萃取真的是有它独到之处哦。所以呢，待会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家国际所有的 Skin 系列哦，它里面的全部的品项到底有哪些。好，然后呢，大家知道其实呢，肌肤呢为什么会老化哦？肌肤会老化最主要呢就是你的胶原蛋白流失。那当胶原蛋白流失的时候呢，你的皮肤呢它就会随着年龄的岁月呢，包括地心引力的下降呢，可能就会有细纹、有皱纹，甚至于呢你两颊就开始松垮。一旦松垮之后呢，你的肌肤代谢能力下降之后呢，你的皮肤甚至开始呈现的斑点。然后甚至会有很多干燥纹路的现象慢慢的产生，这时候皮肤就会变得怎么样，看起来就老了，对不对？不过我现场看到前面这一排皮肤都好好哦，你们应该都一直有在使用定格原液，对不对？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的年轻哦。所以呢，我自己觉得给一家国际这个整个青春的这个定格原液或这个整个系列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身份证上面的数字哦，已经不再是你年龄的数字哦。你只要持续的使用一家国际的保养品，基本上呢，人家猜不出你的年龄的。这样讲对吗？对嘛哈、哦？要不要给一家国际掌声鼓励一下哦？其实我真的还蛮惊呼的啦，因为其实我自己从我到今年在这个行业，大概今年是第21年，不过也看不太出来我的年纪吧，哦对吧？今年第21年哦，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没有在做医美的哦，我都是擦保养品，所以呢，一个保养品的好坏呢，真的是可以决定你肌肤的年轻关键哦。来，我们来看一下。肌肤衰老的状况，刚刚有讲到有这些问题，对不对？尤其是呢，像你肌肤，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点，眼睛下面啊、哦，眼睑，包括你的脖子等等的地方呢，很容易产生什么局部的松弛，甚至于说你的颈部，颈部大家有些人会想说，哎，我是不是明明就是没有说很老啊，那为什么我的颈部这边就已经有颈纹哦？因为有很多是跟遗传基因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当你遗传基因呢？促使于你肌肤老化的原因呢等等的状况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加上种种的状况，肌肤里面的胶原蛋白、细胞里面的间质的胶原蛋白流失了。大家知道胶原蛋白呢在皮肤占了很大的作用哦，从表面哦，从真皮层里面呢都伴着很多胶原蛋白维持你年轻秘密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物质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影响肌肤老化的因素有很多，其实有分外在跟内在。那简单来说呢，外在就是阳光、紫外线，或者是说呢一些比较可能有一些烟害的场所啊，或空气啊、脏空气啊、雾霾等等，这些是所谓外在的。那内在的就是胶原蛋白流失，还有一点是什么？你可能心情不好。哦，我今天哦，负面情绪很多，这时候呢也会让你胶原蛋白流失。那这时候胶原蛋白流失，如果你没有随着你每天的日常的保养做到最佳的保养呵护的话，你的肌肤看起来就会怎样，变得非常非常的显老哦。所以呢，在保养这一块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肌肤为什么要每日的修复哦？因为肌肤受伤的速度远不及什么你去修补的速度，所以呢，你随时随地，包括你看我面前这一盏
不止一盏吧，这么多这么强的灯光，如果你今天没有擦了一个保养品来做到抵抗的话，或者是说你没有穿一个衣服来做到抵抗的话，你有没有发现这些阳光或这些光线不良光源，它是会随着这些时间呢帮助你的肌肤怎么样促使老化的问题。所以呢，你的胶原蛋白时时刻刻呢都在流失的一个状态，这时候呢，你胶原蛋白如果没有 keep 住，没有去刺激它，或没有去增加它新生修复的功效的话，那你的皮肤呢永远不可能维持在一个年轻的状态。所以呢，肌肤为什么每天都要做到修复的原因就是这样子。还有一点，现在的人啊很容易说什么啊，我都睡不好啊，我晚上可能就熬夜啊等等。当你肌肤有在做熬夜的动作的时候呢，胶原蛋白流失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哦。所以呢，保养品的需求呢一定要看一下它里面的成分的内容是否可以帮助你的肌肤呢达到了最佳的修复功效。来，我们来看一下，那胶原蛋白之父呢布兰特博士有指出哦，皮肤衰老的过程就是什么，胶原蛋白流失的过程。所以呢，胶原蛋白它存在于肌肤整总体含量的超过 80% 哦，那尤其在真皮层里面呢更超过了 70% 甚至到80以上。所以呢，胶原蛋白除了可以支撑起你肌肤呢烹饪的效果之外呢，还可以帮助你皮肤呢达到最佳外层的什么保湿跟锁水能力。好，所以呢，胶原蛋白在皮肤里面有没有看到它总含量的皮肤有 72%， 有没有真皮层里面有 80% 就是胶原蛋白。然后因为什么呢？因为肌肤我刚刚有讲到，当你肌肤呢一开始哇，我年轻的时候婴儿 baby 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肌肤的胶原蛋白有 80%， 对不对？尤其是在新生儿三岁以前的肌肤，它里面还有存在一个胶原蛋白叫做什么第三类型胶原蛋白哦。那随着你长大之后，第三类型胶原蛋白它不可能也不太有机会继续长出来，懂这个意思吗？所以你会发现婴儿的肌肤呢，你会发现哇，为什么小婴儿肌肤都这么 Q 弹哦，因为婴儿的肌肤里面有第三类型的胶原蛋白。那如果你今天可以帮助你的肌肤呢再去刺激你原本第三类型的胶原蛋白或新生的胶原蛋白更加产生更多的时候，你的肌肤呢就会变成像婴儿的肌肤一样怎么样，它是有丰润有 Q 弹的效果的哦。来，所以呢，这里面呢有没有看到有一个3000道尔顿的胶原蛋白的含量？这个待会我会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哦，它的含量呢是怎么来的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呢，肌肤的状况就有很多，所以呢你会发现，时时刻刻你可能吃的、喝的、用的，如果一旦不注意、不小心的话呢，肌肤它是随时随地怎么样呈现老化的问题哦。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呢青春定格系列。哦，这个青春定格系列它里面的品项呢，目前总共有这几个品项，五个品项，对不对？总共有五个品项哦。然后最厉害的里面呢，但是大家最喜欢的呢，就是呢青春定格原因里面有一瓶叫做听根，叫做什么？叫做喷喷，大家知道吗？是不是都叫它喷喷？对，因为其实我刚开始我想说，哎，为什么大家都不讲青春定格原因，他们叫它喷喷？哦，原来这是他的小名，在这个业界里面有很多人都叫青春定格原因叫喷喷，所以我后来也会叫他喷喷哦。来，我们来看一下所有的这个 Myoni 的系列里面呢，一定不加防腐剂，不加香精，不加所有的色料，而且有独家的研究室呢来做到所有的萃取的功能哦。然后呢，它本身呢，它就是非常的方便使用之外呢，它不论是任何的年纪，包括男生，包括你可能是少年、青少年或年龄熟龄的肌肤呢，都可以来使用青春这个定格的所有的系列哦。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瓶呢 ，Myoni 的青春无瑕的什么洁面乳。那这个洁面乳本身它里面呢是植萃的成分，然后它是一瓶可以帮助你的肌肤做到什么功能？洗脸。可以吗？可以，也可以做到什么卸妆，对不对？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呢，你就是先加一点水，然后搓出丰润哦绵密的泡沫，然后在脸上呢先把你外部的这些脏污洗掉哦，就有做到卸妆的功效。然后在第二次呢再挤出一点点，然后再搓一点水呢，帮助你皮肤呢毛细孔里面生成的脏东西呢，就是做到第二次洗脸的步骤哦。这个就是呢青春无瑕的洁面乳哦。洗完脸之后呢，你就可以呢来做到后面的后续保养。那我们来看一下青春无瑕洁面乳里面呢，像有台湾的、香港、新加坡等等各个地方的所有的安全报告，包括它的 SGS 的检验，全部都是天然的植萃的成分。所以呢，你的肌肤如果是很敏感的肌肤、很脆弱的肌肤呢，你都可以安心的来使用哦。
接下来这个就是呢，Melon 的整个怎么样？主轴的商品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是什么？喷喷，对不对？哇，大家真的是哦，有非常非常的有共鸣哦，就是喷喷。那这个青春定格园艺呢，你有看到外面的包装哦？其实，因为其实像 Melon 它这整个系列呢，它就是要走一个比较顶级的抗衰老的一个保养的功效，所以在外在的保养的这个瓶装的设计上面呢，它也是走一个比较低调，然后比较有一种奢华的感受哦。然后它打开来呢，它就直接是喷头哦，直接是喷头，等于说你也不会去沾到手，而且随时随地的你也可以放在包包里面，然后就可以喷上来。而且听说今天的会员朋友们呢，非常非常的 lucky 哦，因为你们入场的时候好像有得到一瓶50ml 的，对不对？我跟你讲，那一瓶请大家好好的珍惜，先使用看看。听说那一瓶更厉害，哦，听说那一瓶更厉害。然后我自己是还没有使用到那一瓶50ml 的，不过我第一代这一瓶我自己就个人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哦。然后这一瓶青春定格园艺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是不是有讲到它里面有这个3000道尔顿嘛？等于说呢，你直接喷上青春定格园艺的时候呢，你要距离你的肌肤哦不要太近，你要利用喷洒的原理。哦，大概距离15公分，直接做喷洒的动作。那如果说你脸上是有化妆的，你也可以直接这样喷洒。喷洒之后呢，你让它雾化之后，直接粘在你的脸上，你的手完全不用去摸它。3000道尔顿的细小分子，甚至于媲美纳米的分子，直接呢从你的皮肤的表皮层直接滋润，浸润到你皮肤的真皮层，完全不用按摩。它的细小的分子呢，可以直接到你的真皮层，帮助你协同胶原蛋白的产生，跟协同胶原蛋白的修复能力，甚至于帮助你的胶原蛋白呢，由内而外的做到支撑跟拉起。这就是青春电格原影呢，非常非常厉害的地方哦。待会呢，我会请一位非常漂亮的模特来为大家亲自的示范这个青春定格园艺哦。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眼。所以呢，你会发现它多效合一。你马上喷上去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什么？肌肤呢就会有补水跟保湿的功效。然后呢，你的肌肤如果说你有很明显的纹路，尤其是啊，有很多人他的眼睛周围这个一笑，或者是还没有笑的时候，眼尾纹非常非常的明显的话，我跟你说。你喷上去之后呢，你先不要去摸它，然后你大概等30分到40分钟，你再去看你另外一边的眼睛，有喷跟没有喷，你会发现你的眼睛，你会吓一跳，你会觉得说，天哪，我怎么回到10年前或20年前的感觉？因为它马上帮助你的皮肤呢，由内而外把深层已经有皱褶的纹路呢，做起支撑的桥梁，然后直接做到拉提跟紧缩的功效。然后你使用大概约2天到3天，甚至1个礼拜的时间，因为每个人的皮肤状况不一样，你会发现你的肌肤很明显有改善什么暗沉的功效，包括脸上肌肤的斑点。如果说你的斑点是很深的，哇，我可能也不敢去打雷射，然后这边有很大的颧骨母斑等等。你喷上去之后，你过一个礼拜左右，你会发现每天喷哦，喷1个礼拜，你会发现原本的颜色深层的褐色斑点，它会变得比较浅，而且你会发现你整体肤色呢会变得非常的亮。那当然呢，保湿一定是怎么样不在话下的。然后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哦？因为这边现场的美女很多，对不对？大家很在意胸部的问题。那胸部怎么用呢？因为我个人哦，其实，也有在做这个保养胸部自己，因为我要试验嘛，对不对？然后后来我有给我一个女生的朋友使用，她跟我分享的心得就是，胸部你在喷的时候呢，你可以从下胸部的下围直接由上轻轻的往上喷洒就好了，然后呢也不用按摩，她会发现她连你身体的每一寸肌肤呢，都会帮你撑起丰润的感觉，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哦，所以你可以回去也可以试试看，在除了脸部以外的身体的部位来使用。所以呢，你大概洗完脸之后呢，每天早晚各喷一次，从脸到全身身体都是可以使用的哦。然后一样，它有马来西亚、新加坡跟台湾所有合格的这个所有的检验报告，大家呢一定可以非常非常安心的来使用它。还有很多实验室的报告都，这个我觉得大家稍微看一下，因为这个太多了哦。因为 Melon 这整个系列在全世界真的是得到很多的认证哦。好，
接下来就是呢，青春密码精华液。那这一瓶它也有所有的认证之外呢，可以看一下，它里面本身呢，就是像你喷完青春定格原液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擦上这一瓶精华液。擦上去之后呢，你可以在眼周稍微拉提、按摩都 OK 的。然后甚至于你也不用按摩，直接涂抹上去就好了，你不用任何的手法。这一瓶刚刚讲到的青春定格原液呢，它是直接深入到真皮层。帮助你皮肤的底层，哦，由内而外怎么样撑开来？那接下来呢，这一瓶精华，精华没有放上来，好，没关系。精华液呢，它是从表皮层直接呢由外而内做到什么样修补？所以呢，精华液跟青春定格原液两个就是怎么样，由一个由内往外撑，一个由外怎么样往内修复，所以里外兼具的帮助你的肌肤呢，靠这两瓶呢就可以帮助你做到最佳的完整性的保养。然后有些人会问说，那它是精华液，那可以擦眼睛吗？没问题的。可以擦唇周吗？没问题的。可以当颈霜用吗？没问题的，都是可以使用的。哦，所以只要喷上青春定格原液，就是喷完之后呢，直接呢擦上这一瓶青春密码精华液就可以了。哦，接下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如果我要出门，那我要防晒怎么办？哦，非常非常的棒，这一瓶纯物理性的防晒哦，就是这一瓶 Maoni 的青春呵护隔离乳，它里面呢是利用微之力的反射作用，相当于你擦上去之后呢，有 SPF 20的防护功效，早晚都可以使用，而且它挤出来呢是一个淡淡的肤色。那很多人会说，老师，我的颜色，我的皮肤很白他的皮肤很深呢，那它有很多颜色可以选吗？不需要选颜色，挤出来，任何人擦上去之后，它自己里面的校色功能就会帮助你每一个人的肌肤呢达到最完整的颜色。大家一定要记住，你擦了很好的保养品，记住防护的功效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防护的功能呢就可以交给 Maoni 的青春呵护的什么隔离乳，这样了解吗？这就是最简单最完整的肌肤保养。当然，肌肤保养之外呢，难免很多人都会。啊，我今天好累哦，我这个礼拜可能肌肤状况比较差。这时候呢，你可以做到什么？青春滋养面膜哦，这款面膜真的是，我刚刚不是一开始上来的时候，我有说我用到 Maoni 整个系列，惊呼连连，对不对？第一个惊呼连连的就是青春定格原液，第二个惊呼连连的就是这一款面膜。为什么？因为现在市面上的面膜太多了，试都试不完。所以我一拿到这个面膜的时候，我那时候一试，我想说它不就是个面膜而已嘛。我跟你讲，如果你喜欢青春定格原液的朋友，你一定要敷这一款面膜，因为它敷上去，我跟你讲，就好像我自己感觉啊，就好像喷了半罐的青春定格原液的感觉。它的功效太强大了，你知道吗？而且它里面是100%的蚕丝布膜，非常的亲肤。而且你敷完，如果你说你现在你真的想让你皮肤恢复到没有什么太多的纹路，或者是说你要让你皮肤呢看起来很紧实的话，这一款面膜，请大家一个礼拜敷一次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功能了。那如果说你真的皮肤状况很差，我想要短时间让我的肌肤恢复到很好的功效的话呢，你可以一个礼拜敷个两次，哦，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特殊调理的保养，就是 Maoni 的青春滋养面膜。讲到这边，当然呢，它也有很多很多的认证、安全报告，全部都是合格的。而且呢，Maoni 它最厉害的地方，这个一加国际，它有自己的研发中心、自己的医学博士、自己的研发团队、自己的萃取中心，一切的一切呢，都是来自于呢最安全、最天然、最植萃、最温和的保养品，要让所有的人呢，可以在帮肌肤的保养上面做到最温和，而且呢最佳的年轻的感受。那讲了这么多，大家是不是很想要试试看？想要试吗？记住，赶快回去买就可以试了，好吗 ？OK 吗？不过就是赶快喷一下今天的50ml 青春定格原液。除了这样之外，我所谓的试是什么？我要试在一位模特的脸上，让你直接现场看到那个保养的效果是有多么的厉害，跟多么的神奇。来，我们来欢迎，哇！很漂亮，对不对？我们欢迎雅艺哦。哦，雅艺，其实我自己刚刚在后台跟他聊哦，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你知道他讲什么？他先跟我讲了一句说："老师，
我没有化妆，你相信吗？我说我不相信，我就拿了一张面纸往他脸上涂，他还真的都没有化妆，他皮肤好不好？你要不要稍微看一下那边，再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他皮肤是会发光的哎，你有没有发现？皮肤好，真的很好哎，我真的觉得皮肤真的很好。第二个，我就继续问他，我是说你为什么不化妆？因为他说他的皮肤就是使用了青春定格原液。那我就说，那你有没有以前的照片？他说一定都会有。我然后他就拿他的手机给我看他以前的照片，他以前的照片就是跟你现在是长不一样的，他以前这两边是掉下来的，大家知道吗？如果大家真的想要看他以前照片，可以透过看有没有什么可以看一下他以前的照片。他皮肤是掉下来的，然后我就说，你到底是你有去做医美吗？他说没有，他说他使用了将近快2年的青春定格原液，对不对？他说他只有用喷的，然后皮肤就慢慢的拉拉拉就拉起来了。那因为我个人如果我没有用过，我一定会觉得说怎么可能？我们每天在健身教按摩，在教假的哦，我这样讲对不对？对不对？怎么可能不用按摩、不用排水，它就会提起来？原来，因为我自己有用过，所以我相信他今天跟我讲的话。为什么？因为分子太小了，小到呢，我自己的感觉是，它好像喷上去的什么隐形导入仪一样，因为你根本不用去摸它。那我刚刚是不是讲要怎么喷？牙医，我现在还是帮你喷半脸，好不好？来，那你朝向我好了，因为这样子可以让大家看到。那后面这边看得到吗？你在喷的时候呢，你可以稍微摇一下是可以的。那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要摇不用摇都可以。然后你大概距离你的脸，那像我们自己用的时候呢，你大概你的手肘弯起来就好了，你也不用这样子，但手也不好湿，对不对？那手肘弯，这样手肘弯起来，这样直接喷就可以了。好，再来是这样子，然后闭着哦。然后像我的话，我都是由上。这样往上喷，然后有些人是说由下往上喷也可以，那其实都可以，就这样子喷，这样子喷。哦，我只是要示范给大家看，说我多喷了2下，其实不用喷那么多下。那一边喷几下，大概一边可以喷3到4下就好了，等于说全脸大概7到8下。那因为有些人的脸比较大嘛，对不对？你就可以喷到8下。那有些人脸比较小，你可能喷到6下就喷完了，对不对？脸喷完之后呢，记住脖子的地方一定要稍微喷一下。然后，其实像。牙医他有戴项链，对不对？我看你也不用担心，因为我自己有测试，在一些可能你什么耳环上面，它也都不会变黑，因为它是纯天然的成分。哦，来这样配，然后你就不要摸它。然后大家会想说，第一个你会发现它很湿润，对不对？这一个湿润呢，它会先在你的表皮层作用，慢慢的作用之后呢，它里面有3000道尔顿的纳米微分子。这个分子呢，它不用透过任何的按摩。你仔细去看哦，像如果说你在家里可以喷完之后，你就站在镜子里面慢慢看，你会发现它这个里面的青春定格原液的成分啊，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不见，一点一点的不见，很特别。然后呢，你如果说眼周纹路比较明显的地方，你也不用再去摸了，你就因为你喷过去就可以了，它慢慢收，慢慢收，慢慢收。收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呢，它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会比较嘭，有嘭润的功能，因为它由内而外撑开来了。然后呢，最主要呢，除了撑开来之后呢，它帮助你的肌肤呢达到最佳的锁水的功能。那其实呢，我刚刚在后台呢已经有帮牙医喷了一次，就是喷这个地方。然后我现在要帮他喷的第二次，等于说你今天已经喷过2次了，对不对？然后你往前看一下，你有发现有喷过那一边有没有感觉比较高？有看到吗？你们的尖叫是什么？然后在这边是不是？然后再往这边看一下，有看到我刚刚喷的地方吗？我是不是喷这个地方？我都没有摸到他的脸，对不对？而且他现在的青春定格液还没有完全的吸收，等一下会吸收得更快，因为刚刚外面就是外面一定有一些灰尘等等，你洗完脸的时候你喷它。吸收效果超快的，你看他的脸睛，不好意思，我不是要让你歪一边哦，是因为我们要让现场所有的会员朋友们知道说这一瓶青春定格原液的厉害在哪里，有没有很厉害？有没有？所以呢，你要告别老化的肌肤、纹路的肌肤，甚至于你皮肤的斑点。我跟你讲，我可以讲吗？你有生小孩可以讲吗？对 她已经是2个孩子的妈妈了，
你有发现她的皮肤这么漂亮？有看到吗？有没有觉得很神奇？所以我刚刚一开始上来，为什么说很神奇，就是这个原因。我后来真的觉得说，研发真的很重要哦，所以我也非常谢谢一加国际啊，因为我们毕竟保安老师每天都在找这些很厉害的成分，就是为了让大家怎么样，可以保养起来更快速、更年轻嘛，对不对？那一加国际也非常谢谢你们哦，可以研发出这么棒的保养品，让大家可以很简单的保养程序就可以达到什么最佳的抗老功效。再给一加国际一次掌声好吗？谢谢大家，谢谢，很厉害，对不对？谢谢大家，谢谢。